想出门吃拉面，可是却不知道去哪里吃。我现在就告诉你，在家就能吃到啦。让我来和你介绍我们简单又方便的豚骨拉面。首先，先拿出一包拉面解冻，接下来把东坡肉、豚骨高汤蒸熟十分钟。千千万万要记得哦，煮之前一定要把我们的面条给弄散下面，然后就可以把面给烫熟。哇哦，香喷喷的面已经出炉了。现在我们把熬制72个小时的豚骨高汤加热，再倒入已烫好的面条，也太香了吧！马上就来一碗，最后把肉和其他配料加进去，一碗色香味俱全的豚骨拉面就好啦。看视频的你是不是饿了呢？还不马上来下单？